这么看，他身上的毒算是彻底清了。啊，太好了！这么说，马姐姐马上就要好起来了，对吧？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毒虽然清了，但是他心脉受损，还得由你为他运功疗伤，助他恢复元气。这个简单，我现在就能帮他运功。不急，小妹，你先去把药熬了。好，等马姐姐服过药后，你再为他运功疗伤也不迟。老爷，家宴做好了，夫人试穿了吗？归农。我思来想去，总是心里不踏实。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？你说，我一定满足你。只要你答应，再也不离开我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更感念你对我的用心。你我既要结为夫妻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我有哪一次没有答应你啊？你知道我平素最烦那些江湖打斗之事。当年我爹曾督造过一把冷月宝刀，他本想借此刀登上高位，不想半途遭人暗算，惨死他乡。我也因此刀结识了苗人凤，最终嫁给了他。幸好此刀已封存血洞。否则又会引起一场江湖纷争。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，只要你身在江湖，斗争在所难免。所以我想婚后跟你退隐江湖，诗书为伴，不再过问江湖之事。归农，你当初追我回来时曾跟我说，你为了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我万万没想到，你跟我先父的心愿竟然不谋而合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归农吗？老爷子一辈子打打杀杀，早就已经厌倦了刀口上舔血的日子，所以呢，他用尽一生为田家打下了基业，为的就是让他子嗣能够归隐田园。这么说，你是答应了？我答应你。我去完京城，参加完掌门人大会，就不再过问任何江湖之事。没办法，得了这玉龙杯，要是不出席的话，朝廷要是问罪下来，这可是会祸及整个天龙门的。我知道。那等你从京城回来，我们就完婚。哼，大婚之后，你想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。来来来，我看看啊。哇，真般配，好看。大哥，你已经是第二次闯帅府了，现在全城都在缉拿你，只求大哥不要再冲动行事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后啊一定都听你的啊，绝不冲动。你都是嘴上答应的好，事到临头说什么都听不进去。那这样，咱们勾指约定，我以后啊要是再着急行事，头脑发昏，你就伸出小指，这样我就明白了。好，就用此招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对了，二妹，有件事情我要与你商议一下。今日福康安府派人来问参加掌门人大会的参会人数，我想带着你还有姬晓峰一同参会。大哥非要参加此会吗？我已经答应了姬晓峰，要在大会上帮华拳门赢下一盏杯子，将功补过。而且奉天南一定会出现在掌门人大会，到时候可以一并算账。可你是帅府通缉犯，在入府参赛，凶多吉少。不是有你这个易容大师在吗？他们发现不了的。再说了，
二妹不是也想查一下断肠草的事情吗？这次大会啊，群英汇聚，一定能打探到不少消息的。除了这些，你去参会就没有别的私心吗？私心？什么私心？袁姑娘也会在掌门人大会上出现，对不对？紫衣应该会吧。你就不想把话问清楚，解开心中疑问吗？我自然是想的。其实啊，这一次能救出孩子，紫衣也出了不少力。是吗？他怎么帮你的？那日晚上啊，他在附近的房里护卫，他认出我了，并没有拆穿我。待我行至花园之时，遇到了公主，也是他急中生智，转移了注意力，这才掩护我出府的。袁姑娘既然能掩护你，说明她对你还是有心的。紫衣她……总之啊，她不似二妹待我这般交心。二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歇一歇便好。胡大哥，马姐姐已经服完药了。大哥，你快去看看吧。那我先去替马姐姐运功，一会儿再过来。大哥对我如此掏心掏肺，知无不言，毫不隐瞒。我要不要也把病情告知他，做到真正的交心？师父，京城这么大，我去哪儿找他？我知道他在哪儿。飞鸿早已打探清楚，胡斐现今执掌了化权门，成为了化权门的掌门人。你入夜乔装进去，想办法把孩子接回来。你来干嘛？外面有个姑娘要找掌门人。什么姑娘？不知道，她说是掌门的故交，姓袁。你在门口帮掌门人护工，我去看看。快去。哎，你怎么找上门来的？你就是小妹吧？甭跟我套近乎。说，你这次来到底要干什么？还有谁跟着？我是一个人来的。此番来，是有要事相商。你有什么要事儿，先跟我说，
胡大哥，现在没空理你。小妹，不得无礼。程姐姐，她不知道怎么找上门来的，她这次来不定怀着什么坏心思呢。万一见着胡大哥，劳烦两位大哥先回房歇息吧。行了，我心中有数，你赶紧回去后宫，不得离开大哥半步。袁姑娘，大哥正在帮人运功疗伤，请到我屋等候吧。煮一桃叶起，紫罗山洞折枝来。白居易这两句诗，倒似为此情景而设。袁姑娘，请坐。这杯我先敬你，多谢袁姑娘昨晚相救之情。相救？姑娘就不要隐瞒了，昨晚定是你掩护粪车，背后放暗器，阻截了追兵。那粪车的事定是你想出来的，胡匪做事冲动，思虑不周，往往只为前路，不留后路。姑娘倒是很了解大哥。与你相比，我与胡斐不过是萍水相逢罢了。姑娘过谦了，当初为了救我大哥，姑娘不惜爬上万石街去委托门亲自求药，此事大哥每每提及都会感念于心，如此深厚情谊，又怎能是萍水相逢四个字担得起的？看来我的事他全都与你说了。不错，大哥性情坦荡，为人直爽，对我知无不言，但在大哥心里一直对你念念不忘。大哥恩怨分明，别人对他好三分，他恨不得十分回报过去，可惜他总是任人不清，加上感情用事，分不清是非忠奸。没错，幸好他身边有你这样一位冰雪聪明的姑娘陪着，定能适时化险为夷。姑娘过奖了，我没有姑娘说的那么聪明，不然早就为大哥答疑解惑，参透观音庙中的玄机了。你真想知道为什么？好，我就全部说与你听。这么说，凤天南是你的？没错，可我绝不会认他。胡斐也许才恨了他几个月，可是我却已经恨了他一辈子。
那你该把你的身世告诉大哥，如此误会全消。可始终改变不了我是恶霸之女的事实，我厌恶自己的身份，憎恶自己身体里流着凤天男的血。所以你一定要答应，此事为我保密，谁也不说。可你们之间因此斩断情缘，实在可惜。缘分天注定，我与他注定不可能。生恩不如养恩大，我自幼被师父抚养，从小便立誓要永随师父，终身侍佛，以报师恩。我身为天山之徒，断不可与他再生情缘。之前为他上委托门，以为报恩自赎，并不像你这般无私。程姑娘，你聪慧善良，事事都为他着想，我能看出来你是真的钟情于他。在我看来，你和胡斐是天生的一对，希望你们可以白头到老。你怎么了？不必担忧，都是老毛病了。刚刚你还说让我们白头到老，岂不知我根本活不到那个年岁。我刚才也跟你说了，大哥对我知无不言，掏心掏肺，但我对他却有隐瞒。我生在苗疆，自小身中蛊毒，被师父医治。师父为了给我救命，试遍各种草药良方，才彻底解除我心中的蛊毒。可惜我年幼体弱，剧毒流体太久，落下病根。师父为了给我续命，又费尽数年心力，才调制出了九转归元丹。先不说胡大哥对你一往情深，即便我有这个心，也没有这个力。这丹丸本就炼制不易，存量也不多。平日我在药王谷有药草相伴，心平气和，不用常服，一旦出谷才需备上。本以为这辈子不会出谷，没想到现今已离谷数月。可药已所剩不多，你如何是好？马姐姐再有两日身体便可大好，待我将她医好就动身回谷。我现在最放不下的就是大哥，他一直把我当妹妹看待，并无儿女私情。况且我是个病孩子，是个短命鬼，不敢奢求情爱。我深知大哥对你的感情，烦请姑娘再好好思虑斟酌。我想你师父这么疼你，一定会处处为你着想，也一定会成全你们。不说这些了，言归正传，我此番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胡斐，而是为了孩子。
我是红花会的人。陈总舵主知晓朝廷要在京城举办掌门人大会，深知其中必有阴谋，欲进京破坏。可奈何红花会几大当家早已在朝廷的通缉榜单之上，京城严查，出入不便，因而写信想请苗大侠助力。奈何此事中途生变，我师父临危受命，亲赴京城，费尽周折才迎娶王府信任，却因我知事失了孩子。此时此刻急需接孩子回府迎娶信任。那红花会为什么不让胡大哥帮忙？此番任务重重困难，需忍辱负重，顾全大局。胡妃秉性耿直，刚正不阿，恐怕无法担此重任。袁姐姐，灵素给你赔不是。我实不知这期间有这么多原委曲折，之前误会姐姐，以为你是非不分，此番前来定是心怀不轨，所以早早点了毒蜡烛。如今误会全消，疑问皆除，奉上茶中解药给姐姐赔罪。不愧是药王门传人，下毒又无形，今日我见识到了。此番来要孩子实属强人所难，即便中毒我也心甘情愿，只是如何才能让胡妃答应？姐姐不必忧心，我来帮你。姐，你怎么把孩子也带来了？小梅让开。为什么？嘘，小点声，不要让大哥听到。不行，他和福康安可是一伙的。不是这么回事儿。那是怎么回事儿？你必须把话讲清楚。马姐姐醒来要孩子怎么办？大哥那边又要如何解释？紫衣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胡大哥，他要想孩子。为什么？大哥，你就让袁姑娘把孩子带走吧，待大会结束，他会送回来的。不行，把孩子给我。可我已经答应他了。我没有答应他。胡妃，事出紧急，无空多谈。孩子五日之内定到奉还，若违背誓约，当如此犯。这个姐姐是胡叔叔的好朋友，你们一定要听话，有什么事情记得帮助姐姐。嗯，去吧。
哥，你放心，袁姐姐定会说到做到。二妹，为何一夜之间你就与她姐妹相称，还帮着她说话？子怡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我答应过袁姐姐，什么都不能说。连我也要瞒？对，尤其是你，一个字都不能说。你大哥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你只需知道一点，人人都有难言之隐，袁姐姐也不容易。我二一鸣已经有那女的踪影了，今晚咱就大干一场。只要你我兄弟二人合作，必定能擒雄立功。爹，汤伯伯，咱们今晚守在此处，一定能抓到他。好小子，只要抓住那丫头，大功一件。大伙儿都打起精神来，今晚就是大家的立功之日。是。姐，你怎么了？难不成嫌我瞒你土匪的事儿？我不是故意要瞒你，师傅不让我说。要不我将功赎罪，以后但凡我打听到土匪一点消息，都最先告诉你。不用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想知道土匪跟他身边那个姑娘什么关系啊？放心，这事儿我也包了，保不正给你查个水落石出。行了。不是因为这个，不是因为我，难不成是因为土匪？对了，我还忘了问了呢，你这次去华宅是怎么跟他说的呀？这小子还真听你话，你说要孩子，还真就把孩子给你了。好了，好好驾车吧。停车。咦，跟我来。我们俩是一伙的，同志们，今儿我们可钓到大鱼了，一起上！快进去躲起来！
孩子要紧，快走。儿啊，一鸣，抓住他！师妹，快走！儿啊，儿啊！师傅，师妹被抓走了。等等，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在哪儿抓来的？三位兄弟，这位就是绑架那两位小阿哥的凶手，就是他。别动！好，好，汤兄，方老大辛苦了，我这就带他去见大人。嗯，哎哎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。上一次啊，大人府出点事儿，啊，大人就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似的。万一这次让他跑了，再出现什么差池，我担待不起呀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信不过我们兄弟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儿子就是因为他丧了命，今天必须要带着他去见大人。既然如此。请走。大哥，万一那小娘们跟胡飞有关系，那我们可就危险了。大哥，不会吧？拜见三位大人。兄弟们辛苦了。是。咱们之前在胡兄你那儿见到那个姑娘可不是这个姑娘。你傻呀，一看他们就是一伙的。如果他要是把咱们帮助胡匪的事儿给抖出来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那可怎么办啊？大哥，我观察过那姑娘的眼神，她看咱们的时候明显是不认识，就算她是胡匪的人，也没法在大人面前指认咱们。可万一她哪那么多万一啊。我都仔细想过了，咱们跟胡斐都是单独接触，只要胡斐不被抓，咱们就是安全的。走，见大人去。胡大人，汤大人奉掌门求见，说有孩子的消息。快请。是。大人，孩子呢？属下无能，见到了两位小阿哥，却没能救出，只抓住了这个女的。跪下！跪下！她是白小神尼的徒弟。大人，我儿一鸣，为了救两位小阿哥，命丧黄泉，大人您该做主啊！请大人赶紧下令去掌门人别院抓住白小神尼和他的另外一个徒弟。来人，两位小阿哥保护大人。来，到阿玛这儿了，快让阿玛看看有没有受伤。没有，没有。阿弥陀佛，两位小阿哥遇难成祥，必能逢凶化吉。大人，把两位小阿哥带回去，定要好生照看。是。神尼，请您留步，我有话说。世界。